妈妈，只让我玩一分钟，真的是时间紧迫啊，那我只能加快速度了。请做好准备。队友们似乎都是习惯了打慢节奏的，那我可就没时间等你们了。火急火燎赶回来，先拿个一血，不得不说一个人打十个人压力还是很大的，所以趁对面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先拿下一塔。好吧，干脆直接上高地吧，好像水晶也没人守呢，就直接推了吧。前方有危险，我先冲，开始撤退。少管我！收到。救救我！开始撤退，我先走，我先跑。前方有危险，我先冲，开始撤退。少管我！打不过，快点跑！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！好兄弟，自求多福。再给你一手。开始撤退。少管我！我在等你，用奢望的声音。Enemy quadra kill.
下雪的冬天，冲！按照我们大漠的规矩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得嫁给我的兄弟。若是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，你若真的死了，我绝不躲。